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右夏。今天咱们来做一款非常适合短甲的气质爱心美甲。首先呢，我用到的是46色水晶透色里边的17号，先在这三个手指薄薄的涂了一遍，然后食指的话呢，我做了一个渐变。这个渐变的话呢，我用到了扫扫笔，以拍拖的方式做渐变。做好以后，然后咱们照灯。照好灯以后，然后其他的手指呢，咱们来一个二边上色。这个颜色确实是挺显手白的，反正冰透色系吧，夏天是最常用的。然后呢，我就是说比较喜欢这种。然后咱们重要说一下这个渐变啊，第二遍比第一遍涂的略微高一点，拍的力度大一点，拖的小一点，会做的更自然。涂好以后呢，还是照灯，然后无名指我去沾了一些非常小的小珍珠啊，这种小珍珠咱们可以涂加固不照灯去沾。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？前端不要超出，两侧要略微往这收一点，不要太饱满，不然会显得假面太宽。中指上了擦洗风层，照灯擦掉浮胶，沾了一个这种金属的饰品啊。然后呢，咱们食指的话用点珠笔三点定位定出小爱心的位置，然后用食指套笔里边的拉线笔给它画了调整了爱心，填了缝，然后上了加固。大拇指的话略微用大点的珍珠做了后缘，像这种呢就是说加固胶也是可以固定的，但是必须填边六缝啊。填好以后，然后咱们再上一个冰清封层就完成啦。学会了吗？我是右夏，记得给我小心心哦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